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无忧房车行。前几期我们介绍温哥华的节目呢，都是蓝天白云。结果呢，有一个温哥华的朋友就给我们留言说，温哥华的晴天都被你们拍去了。因为我们觉得蓝天白云嘛，效果比较好，所以说就趁着天晴的时候呢，拍视频。温哥华的朋友，我说是不是有点像假温哥华呀？他说，其实温哥华的冬天也还是有晴天的，说但是呢，温哥华的天不好做呀，我说是，做人难，做天更难。今天呢，咱们就拍一下温哥华的雨天的样子，就是传说中的雨哥华。这是本拿比山，离我们住的营地非常近，经常也过来走路。这是本拿比山隔壁的 SFU 西门菲沙大学。这是雨中的downtown，就是温哥华市中心。
本拿比的一个帽的门口。本拿比湖的一个 trail， 这要多介绍几句。今天人少了一些，平时下雨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那种穿着短袖短裤然后也不打伞任由雨去淋在身上的那样的健身的人。这里是一个小社区的图书馆的后面的公园，今天温哥华雨季的情景呢，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下期再见。